我还给说啊，刘嫂，今天呀、啊，你就打下手。学琪带女朋友回来了、我得做几道拿手的菜给她吃。你赶紧把那个米饭先蒸上 啊，把那个肉先给我紧上，待一会儿我炖肉。啊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床上等我。床上等你。坐在那儿。哦。他比较敏感，所以有一些事情呢，我你可以不说，我也不提，好不好？什么事啊？就是关于你以前那些事儿啊，比如说结过婚，离过婚，好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老婆，就先不说，好吗？求求你了，嗯，好吗？嗯。可是我觉得做人要诚实。是。不诚实不太好吧？他如果不问的情况下，你绝对不要主动提，你懂吗？你是这种人呢，你动不动你就自己交代了。那可这是事实呀，那不说出来不就是隐瞒吗？那隐瞒跟欺骗有什么区别呀？不，我们是不是。我们说，我们都会跟他们说的，但不是现在，以后，以后我会一一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的。可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。好了，这是我家，我做主了，听我的，配合我，好不好？就这样 ，OK？ 我 OK。哦耶！谢谢，对不起，OK， 配合我，配合。老丁，学期吃饭喽。好嘞。来，快来，来，他们来，过来，我给你盛一点，给你盛一点，这个啊，谢谢阿姨。啊，谢谢阿姨。你要多吃一点啊，吃的再胖点才漂亮。那不能再胖了，胖了他就不要我了。谁说的？你不是说不喜欢我脸圆吗？我就喜欢圆圆的你。胡说，你上次说我脸太圆了。什么？就你说的。是他不敢不要你，来吃饭吃饭吃饭。学琪啊，你还真别说啊，你这一直不找对象，一找就找个这么标致的姑娘，眼光独到，这一点还是挺像我的。对对对，遗传遗传你。这个小杏啊，一看就是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，你看人家又懂事儿，又有礼貌，没错啊，好，好。哎，叔叔阿姨，其实我们家不是什么书香门第。哎，我觉得我们他第一次来，应该碰一下背哈。哎，好啊，好好好，应该先碰。啊，欢迎你啊，小杏，谢谢小杏，喝。我父母就是普通老百姓。我们也是普通老百姓嘛，人嘛。没有什么普通不普通的啊，清清白白就好。是是是，来，小杏，给你的杯啊。跟我们家学琪是初恋吧？妈，你问的我都不好意思，我脸红了已经。您怎么能这么问每一个女孩呢？对不对？是是没错，肯定嘛，我就是她的第一次嘛。啊？不是，他是我的第一次，也是，不是，就是说，我们我是他的第一个男朋友，他也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。啊，那个时候他们家人管得很严，每天晚上都不让他出来，然后我每天都在他们家楼下等他，见他一面很难，反正就是初恋。哦，好，好，小杏啊，我就欣赏你这种女孩子，啊，你看现在这女孩子，啊，都变成什么样了？我给你们讲一个我们学校的女孩子吧。就是我们系的，整天呀装纯呀装纯呐，到处去骗男孩子，最后怎么着？还搞什么一夜情，
怀孕了，以怀孕和生孩子为理由骗了一个土大款1000多万呢 啊！我对外呀都不说是我们学校的学生，我嫌丢脸，真的。哎呀，你说现在这人都什么价值观呢？学琪啊，哎，你可得真的得珍惜小杏啊！我知道我。你真的挺有福气的，是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也就是苦尽甘来了。要珍惜，珍惜。嗯，哎，你看人都说吧，这个初恋呢很难成功，但是你看我跟你丁叔叔小杏儿，我们俩就是初恋，我们从初恋到结婚，他就爱我。我也就爱他一个人，我们俩这一辈子不是过得挺幸福的吗？是不是？谁说不浪漫？挺浪漫的啊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学姐，啊，我觉得这事儿也许也会遗传的。你看你这么多年没谈女朋友，一谈也谈了一个初恋，哎呦，这难得呀！所以我认为你俩的事儿准成。对，一定的。我也只爱你，你也只爱我，就我们彼此也只爱对方，所以剑拔吉言，整成整成，来吧，祝贺你们俩啊！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欢迎你啊，小杏儿，谢谢阿姨，谢谢叔叔，哎。